码头唔该。佢去边啊？差馆，你涉嫌教唆他人自杀，毁坏公物，烧垃圾桶，咁大罪啊！何督察，你都几聪明噶，咁都俾你跟到。我都唔知点解，每次我揸住个的士咧，嗰啲笨贼咧就会自动自觉上车噶咯。讲都冇人信我，讲都冇人信啊！不如咁啊，送到你去差馆，就当我赢。咁远冇乜挑战性喎，街尾终点，你车到我街尾，我跟你翻差馆。咁啊，打死我都唔停车噶啦吓。关我咩事啊？攞嚟索佢快化验啦！仲有条毛啊！条毛都攞埋。Calling control， 为众区刑事副指挥官警司黄启发。